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刚刚我们正在吃饭，有人上山那个巡一圈，然后发现自己那个风箱里边进了那种野风，叫胡风啊，虎头风。现在已经就是把他的蜂窝已经占了，他正在偷吃他那个蜜蜂箱里边的蜂蜜，然后这也在赶他的蜜蜂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员工啊，咱们野人那个员工已经在遭受这个非人的待遇了，所以我们要去拯救野人的员工。帽子戴了吗？我戴一个。来一个。你那上有帽子是吧？我这个衣服上戴有帽子。好，走。我们要全副武装去抓胡蜂。抓住之后，然后给他下毒。那个含笑半步癫，七步断成闪。先救了，等让我赶一下，我赶一下把里面的。在哪儿？哪个？这个呀、啊。啊。别打他。他如果在你周围飞，你不要打他。这么大的风啊！我的天哪，难怪，那就多少蜜蜂也架不住他弄啊、嗯！这是那杀人蜂吧？啊，对。哇，这好厉害的。嗯，我离远点不行，我离远点。捉一个，我离远点。哦，捉住了吗？扣住了。扣住了，可以看了。扣住可以看，我这会儿不打他们，我就扣。抓啊，在这儿，得拿镊子夹。哦。我天。里面是俩。扣两个。啊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一翻它会走。好了吧。好了。这鸡连自己都吃、啊、吃自己屁股，我靠，太凶残了。抓住了，没事、嗯、他不但吃同类，他连自己都吃。哎，我用那小镊子能用上吗？行，也真的可以。我那小的就那种特别尖的那种，用能用。我待会给你弄两个。应该比你这个用剪刀好用。剪残了就行。剪残了。嗯。它会飞走吗？它这会嘴疼，它在扔。还要多抓一个不？这你尽量多抓呀。哦，我要躲开是吧？没事，我拿这个抓，我不拍它。又来了。这扣，好扣住。那不跑。没事，你别怕。哦。他过来，你不要躲，就没事。来了。哇，奔我来了。在你跟前绕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慌。好。哇，哦，扣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呀，是大家，好吓人的。这个用剪刀接着下毒。拿了风筝要想蛰人的啊、哦！嗯，这蛰的时候最厉害的。哦，蛰了几下以后，它毒基本上也不多了。哎，这大风！你看这个，放大一下啊！我的天哪！要飞了，这就回去了。哎，你说能追上它吗？能追，能找到窝。能找到窝，然后怎么弄啊？找到窝，给窝给干了，挖了。也扣两个吧，两个。扣俩得整死一个。你知道此时此刻我有多害怕吗？这可不是蜜蜂啊，这是杀人蜂啊。这个蜂很厉害的。这个蜂，哇，什么玩意儿？它蛰我能蛰死啊！被这个风蛰的真的会死的，真的会死。而且太多了，这风。我刚来那天，野人就看见那边有个蜂箱，是不是有胡蜂？嗯。然后就非常着急。现在我才知道了，要不然我是不明白。我说有一个胡蜂，它能怎么着？结果它不是，当你发现一个的时候，它已经是一群了。当你发现一个的时候，整个蜂箱都烂掉了。这大窟窿，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大窟窿。那边咬挺大的吗？嗯。捉的差不多了才能拍那个。而且他已经就是把这个蜜蜂可能是都赶走了，现在里边已经没有多少蜜蜂了。
下到它的爪子清理不到的地方。这又来一个，直接翻，一翻就能扣住，投了。然后它这个清理不到的地方，那它那毒怎么带回去？它清理不到，它飞回家呀，飞回家它会死掉，它死了，其他的蜂会把它给吃掉。哦，这么凶残？哎，它们是相互吃的。哦，看这大洞口，这是胡蜂咬出来的洞口，这么大的洞口，我还以为只有那一个小洞呢，估计这里边真的没有蜜蜂了。蜂王会跑呗？可能整群都会来，爬出来两个了，又出来了。哎呦，还在往那爬，还有里面还有，我估计那里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在往出爬，看还不会往出爬的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所以蜜蜂已经跑了，又出了一个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，都弄死这回啊！又出了一个，这么多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又出了一个，哦，我的天，好多啊！又爬出两个来，他也躲啊，他往进躲啊。他是不是要对你攻击了？我要往后，我要退后了。还有蜜蜂吗？没了。蜜蜂也没有了。里面还有蜂蜂呢，还在里面。蜜蜂还有。嗯。对。出来了。这个蜜蜂你说还会回来吗？回不来了，跑了就跑了。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哈。嗯。我先来看一下。要追的话能追住吗？那你要当时看见能追。哇，这咬死一堆！我的天哪，咬死这么多！嗯，慢点啊，里面还有一只呢。我的天哪！哦，可惜，哎呦，这两只大胡蜂。两只大的。蜜蜂咬死一成啊！应该是一窝的。这个东西它差不多一公里，它就一窝。哦，野人又发现一个箱子被胡蜂，被胡蜂给破坏了，哪箱？你先看看，然后我的天哪！走远一点，这个多因为，我的妈呀，那么多！嗯，还真的咬，给抠了那么大一个洞，还得咬。我的天哪，看这么多胡蜂在咬这个蜜蜂，这一蜂箱肯定没有了，肯定没了，肯定没了，咬死了都。这几只胡蜂现在已经摆开攻击姿态了，他认为已经受到伤害了，现在所以说他这个基本上你看全是在那虎视眈眈的跟他俩对峙。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胡蜂把窝就直接住到这里边的时候？有。哇，那不更可怕。我那年在湖北被蛰了，就是直接在里面住的窝。你把他蜂箱打开了。我直接把连蜂窝扛回家了。哎，那种的话如果知道的话直接你给直接给他烧掉不行吗？行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一挑里面嗡嗡响，我以为是蜜蜂。以为是蜜蜂啊！我拿个袋子一蒙，我就扛回家了。回去打开就把我蛰了。哎呦我天哪，太危险了！好像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边好像没了。蜜蜂和胡蜂都死一堆了。哦，蜜蜂也咬它是不是？啊，我看看来。哇，死那么多！嗯。胡蜂至少都死了好几十了啊！胡蜂都被咬死那么多，蜜蜂也自己主动防御啊！死一堆，死好多蜜蜂。蜜蜂是真正拿命在拼。就是啊，哎，这里边死了多少蜜蜂？我的天哪，这蜜蜂、胡蜂死这么多，当时的战斗有多惨烈？哎，胡蜂都干死一堆。那杀死一只胡蜂，你需要多少蜜蜂啊？我估计没个200只是不行的，是干不过他的。你说，野人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胡蜂是被蜜蜂撑死的？我咋觉得有点像？是啊，但是是热死的。热死的。蜜蜂抱个团儿。啊，给他。啊，把他热死的。哦。野人又抓住一只胡蜂，这是上次他曾经抓过的。背上已经烂了，然后没死掉，而且也受伤了，可能是上次药量不够。上次药量不够，又来了好几只啊，又来了好几只胡蜂。
还得往里钻呢。野人去看看其他几窝有没有这个胡蜂，上面还有几个箱子，但是其他几个好像没发现，只有这一窝。刚刚这个蜜蜂，这个蜂箱底下死了厚厚的一层蜜蜂啊，全被那个胡蜂给咬死了。这个咬了这么大三个洞，那完了，那一窝蜂也没有了。哎呀，发现晚了是不是？应该是一个礼拜以前我治过一次，我就觉得应该是没了，咋这么多啊？这好有，看起来很安静啊。都在这跟前看。哦。来过了。嗯、啊。已经来过。有人来过。有胡蜂来过。你怎么知道？看蜜蜂很慌很乱。哦。它是在不断的想把那个自己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了，它是这个想法。哦。这里面。这就是胡。别进来，全是胡马。哦，我不就过去了。我这都是。有点好消息，这底下一些蜂子都是没有，这几箱蜜蜂就没看见胡蜂了，这也算一个好消息。要不然多弄了几箱胡蜂啊，野人都要哭了，这是他的命啊。来，插一插，你看看能不能用？好使。这你再看胡蜂，这就直接试试，调一下。等会儿洗洗洗洗吧。嗯，这上面有灰。嗯。